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赞美不息，诗篇150篇6节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诗人说，所有有气息的万物都要来赞美耶和华，我们更应该赞美耶和华。很多人不理解，以为神需要赞美，天使认识神的荣耀，所以他们时刻都在赞美。当人越认识神，越情不自禁地想要赞美神，不是神需要赞美，而是被造物因神的属性所震撼，无法不赞美。我渴望像天使那样赞美不息。天父阿爸，你配得我们用生命来赞美你。只要仔细观察，不难发现天地万物每时刻都在赞美你，诸天在诉说你的荣耀，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。当我们窥见你一点点的荣耀，我们都会向你发出赞美，正如突然看见了辽阔的大海，满天的星斗，我们内心立即涌上对造物主的赞叹。你的有能和神性让我们降服在你的脚前，就是这样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儿子却来到我们罪人中间，甘心为我们献上生命，成就天父荣耀的计划。如果我们不发出赞美，连石头都会跳起来赞美。主啊，让我的心时刻充满赞美，让我的口情不自禁要赞美。主啊，我们比天使更有理由赞美你，因为你没有救拔天使，却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付出了你完全的爱。主啊，我要赞美不息，也愿更多更多的人一起赞美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